猴哥呢？我10月份天蝎座。哎，你们俩一样的。他是天秤，他是天蝎。我说，你不是天蝎吗？啊，说我呀？对，我说你们俩一样。天蝎座的风评就靠咱俩了。对，我们俩今天就证明一下，又是一个坏男人。啊，天蝎男人全是好东西。你是金鱼吧？七秒钟的记忆。你也是感性小鱼。我是性感小鱼。我第一次看，我也读错，我也读错，我差一点读出来了，我当时我真的读错了。这性感小鱼什么快乐白天鹅？哦，感性小鱼哦，哎呀，读错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说性感小鱼，然后呢，哎，不太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么大个地方连个垃圾桶都没有，好像真的没有。那我就把它吃了。这样你就直接给他挖个坑埋了，放门口吧。没事没事，一会儿明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带回学校去。他就是北大的垃圾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我带着特产回去不行吗？你呢，曾哥？你呢？换下棋？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我一般就在家里就看看手机，看看电视。确实，我感觉看着你喜欢比较那种稳重，有内涵的，对，成熟稳重的。就像我就根本坐不住，真的。平时就健身打球。我平时就踢球，然后唱唱歌啥的。唱歌很好听吗 ？rapper 吗？但是我们那边就盛产 rapper。盛产？那你来个 freestyle。淡黄的长裙。Hello， 嗨，王总，王总回来了。王总，王总，快有送给你的礼物。什么？送给我礼物？这啥呀？这条汤圆吧？这是你瞧不出来吗？这我吗？这你拿什么做的？汤圆那面，然后这不是那馅吗？完了给他弄，本身想让他煮。要包的是吧？那个小猴用的，抓那个肉里面的。可以。辛苦了，猴大厨。没事。哎呀，可以吃了吗？我们吃吧。吃吧。怎么会有人吃饭拿勺呀？这样吃饭快，这样喝饭快啊！就是吃那个拌饭用的是吧？有味儿，好好吃啊！我活了，太好吃了！我也是，确实很好吃，太厉害了！那就好，好吃就好。我不然这样吧，我打泡沫完了你冲。行。你这样，你把这拉过来，你把这拉过来，我把这拉过来。对，到头了，然后你在那边冲，你再往过去是吧？你看我多熟练，练过，练家子，我这是。说点洗碗。Hello， 刚下班呀，嗯，你干啥呢？刷碗呢，等你呢，我们在，先吃饭吧。这么多？对，你必须得尝一尝侯老师的手艺。侯老师这个菜看起来色香味俱全，真厉害！等我放个东西。我妈做饭特好吃，我回头跟我妈学一下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我，因为我性格原因，我有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，而且思维特别容易跳跃。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冲的，是吗？有点。比较对吧？有点。那么明显吗？我小时候也这样，但后来我爸老说我。这种情况你知道，就出国之后我就好很多了。对。所以你知道我，你很想锻炼。好，对。
逃离一段时间爸爸妈妈。你还就是没离开家很久吗？对，我这六年加五年，这十一年基本都是每周回一次家，相当于住学校嘛。对，我最近又跟他们一起住嘛，已经住了得有一年多了。然后其实我也想自己住。对，我觉得我真的需要锻炼一下。钓鱼一般吧，那玩过，不太熟练。我妈平时也这样。钓鱼。我妈骑行。啊、哦。很运动。我爹跑马拉松，我妈骑行，完了那个还游泳，然后踢毽儿、乒乓球、羽毛球，那都是强项。爱运动。那你们家应该就气氛很融洽吧？对，非常融洽。仨人一起锻炼。对。现在凉水在哪儿？凉水，你得倒点，你这坏了，饮水机坏了。只能拿桶。对，你放在上面。谢谢。你要多少？你说停就停，差不多了。没说停。到那么晚你还没有热水。可以。行。